It's like biting an apple. And don't you know how sweet it tastes?风灿传媒 FTNN 新闻网的朋友大家好，时间过得真快，风灿传媒已经满一周岁了，衷心祝福生日快乐，健康吃百里，也期许风灿传媒不断突破创新，善用新媒体新力量，和国人同胞一起迎向美好的未来。最后祝福工作同仁万事如意，阖家安康。2023年4月，风灿传媒诞生了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无畏辛苦，展现专业，让 FTNN 新闻网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。我们无畏付出，展现创意，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。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，风灿传媒，感谢有你。